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平安，大家好，我是庄亚伦。我们这个节目叫做灵恩神学问答。今天呢，我们要谈的一个问题是，要常常被圣灵充满。有一些人，当他们第一次被圣灵充满以后，他们以为我只要一次被圣灵充满不就够了吗？表示我已经进了这个门了，我已经是得到了，我不用再追求了。其实基督徒必须要经常追求圣灵充满。其实在以弗所书第五章十八节说，不要醉酒，酒能使人放荡，乃要被圣灵充满。圣灵充满是必须要经常性的。在我们的中文圣经这里的原文是乃要常常被圣灵充满，原文的意思是这样。所以呢，我们必须要学习的是经常被圣灵充满。怎么讲，怎么说，怎么证明？那我们看到保罗当他在讲这一句话的时候，是在说明那一些被酒所灌满的人，他们为什么会沉浸在这个酗酒的里面呢？是因为他们常常喝酒，喝多了，因此他们就会醉酒啊一样。所以呢，保罗是把这个常常喝酒的人，把他拿来做一个比喻，说基督徒也要常常被圣灵充满。当这个第一次五旬节圣灵降临在耶路撒冷啊，在120位门徒身上的时候，许多这些犹太人认为他们是喝醉酒了。事实上彼得就起来说，现在才早上9点，我们哪里有可能跑去喝酒呢？他就告诉他们，我们不是喝酒，我们是被圣灵充满。可见被圣灵充满是这么样的重要。所以保罗他用这个例子是在告诉我们，虽然人家看我们好像醉酒的样子，实际上我们是常常被圣灵充满。就好像那些喝醉酒的酗酒的人，他们喝酒多了就会酗酒嘛，而我们呢，常常被圣灵充满，我们就能够明白神的旨意，按照在以弗所书第五章17节说，不要做糊涂人，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。其实这里就是告诉我们，如果一个基督徒常常被圣灵充满，常常被圣灵充满，他就能够明白神的旨意。我们许多的人都在问，到底神的旨意是什么？我怎么知道神的旨意呢？其实很简单，就是你要常常被圣灵充满。这个就是圣经告诉我们的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如果我们常常被圣灵充满，我们就不再是一个糊涂人，我们也就能够明白神的旨意了。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明白神的旨意，必须要常常被圣灵充满。所以有一些人以为一次充满以后就永远充满了，这个是错误的观念。保罗他要告诉我们要常常充满，表示一次充满是不够的。一个常常被圣灵充满的人，他对圣灵的心意会越来越清楚，他能够感受得到圣灵的声音，他明白圣灵要告诉他做什么，他每一次都会沉浸在这个圣灵的里面了。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对圣灵越来越认识，因此我们要常常被圣灵充满。那么我们再举个例子，彼得跟约翰当他们被官府抓去了以后，彼得就被圣灵充满，这是在使徒行传第4章第8节。这个地方显然我们看出来了，原来在第二章已经彼得被圣灵充满了，这个地方又再一次的提到被圣灵充满，表示什么？他不是只有一次充满，他已经是第二次、第三次、第四次了，他也已经经常的被圣灵充满了。那么第四章所说的就是他又再一次的被圣灵充满。所以我们就可以明白，当
彼得、约翰被圣灵充满的时候，他面对的那个官府，他一点都不惧怕。彼得跟约翰说什么？听从你们，不听从神，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？你们自己酌量吧。我们所看见、所听见的，不能不说。这是记载在《使徒行传》第四章19节、20节。彼得跟约翰被当时那些官府的人，把他们列为没有学问的人，把他们列为是一个小市民。可是彼得、约翰当他们被圣灵充满，他们就勇敢壮胆为主做见证。因此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应该要学习的一个功课就在这里。当我们经常被圣灵充满，我们常常被圣灵充满的时候，我们的思想、我们的信仰、我们的做法、我们的为人，真的要不一样。你知道常常被圣灵充满有什么好处？我有一个朋友，这个朋友是一个宣教士。有一天我去他们的家，她的丈夫没有出来见我。这个姐妹是一个宣教士，她的丈夫是一个布道家。这个姐妹出来见我的时候，她的丈夫没有出来跟我打招呼，她都在里面一直祷告，一直祷告，用方言的祷告。哎呀，我本来以为怎么这么不礼貌啊，我来了你的家，你怎么不出来呢？其实后来我明白，这一个丈夫他非常的追求圣灵充满，不断的被充满。其实圣灵充满，不断的充满，就好像能力不断的浇灌，不断的浇灌。赵永基牧师，韩国全世界最大的教会，赵永基牧师他说，其实圣灵充满，不断的充满，就好像我们存款，把钱存在银行里头。在我们日常生活，我们要传福音、做见证，各方面我们就要提款啊，传福音就是要去提款、去传啊、去讲啊。如果我们存款越多，我们就越有能力。我们有了存款，我们就有能力来为主做见证。但愿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能够明白，希望我们经常能够出去为主做见证。怎么样能够为主做见证？除非我们每一个人都常常被圣灵充满，不是只有一次哦，不是一个礼拜才一次哦，不是一个月一次哦。我自己都经常开车也好，或者我听音乐也好，或者我想到的时候，哎呀，我就拼命的大声的，特别是我在车子里面，我一个人开车，我就大声的祷告，用方言祷告。我知道主与我同在，我就感觉到我有能力好好来服侍神了。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经常被圣灵充满，得能力为主做见证吧。好了，今天我们就暂且谈到这里啊。如果您有圣经上的问题，或者您有任何的，特别是我们谈的有关灵恩神学这一方面的问题，请您写信来，我们可能会透过这个节目也来回答您的问题。好了，我们今天就暂且谈到这里，下一次再继续的谈吧，再会。